二、三。听到响了，继续拉。突突突，启动营救牺牲。收到，队长。孩子们，我们椰子蟹不吃水性，我的孩子们可不会游泳啊。我们动作要快，兔兔兔、呱唧、钱钱上马蹄舰艇，再带上一些椰子，披上，启动章鱼滑板。兔兔兔启动滑翔机，抛椰子行动现在开始。小夫，椰子准备，打开，开始抛，正中目标。小克在那儿，这儿风很大，可能会有点颠簸。椰子准备。哎，我看不到小克了，得再靠近一点才行。哎，他在那儿，快点抛！干得漂亮，伙计！我还要说，好疼啊！呱唧，椰子蟹危险，在前面。谢谢小飞鱼。是小四。好，真准！爸爸救我，我在这儿！当心！哈，我的孩子们都安全了，太感谢你们了！大家好样的，圆满完成任务。